哦，各位今仔健康早餐饮饮无大家好哈，来首先我来唱条歌。我跟你讲，免演，免演一摆。我讲在，金金武士姐姐，金花，我演，我演，我唱花唱了。今天一看到是来找，你用讲的就好。今天一看到要来找工作，都很拼命。这个我替你解释的，是秀慧姐有做 S 的。special 的表演，哎，不要再听你了，叫我了，我老婆做 S 我不要。来，杨秀慧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这尾牙表演你有什么优势呢？我跟你讲哦，第一点我俗，好声搁袂干，好笑搁袂跳架子，哎，我捌去主持，你搁袂解围啊？你点点啊，叫我送啊，我主跳啦，真是点点拢你讲我无听。后面的精简一点。反正把你头前讲的，那差不多四十分钟加掉了啦。哎，阿你多讲啥哈？哎，我嘛袂记得啊。我讲吼，阿我凊彩讲讲吼，我讲讲较短。好，你讲，你直接讲，来来，我讲吼，我嘛一场吼，迄落买个嘛哈，买个叫我去主持。我七点半就到位啊，八点准时要开场。我一回头问团主，我们的节目呢名单你要给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主持？流程嘛。哎，今天无人，干你一个。哦，你好。One man show， 我起来，我嘛是会当啊。一个人要演两个钟头啊？哎，什么两个钟头，三个钟头？对呀，有还要带摸彩，对不对？我第一个我就开场，哎呦，各位今天健康早上饮无大家好哈，来首先我来唱条歌。不，我跟你讲啊，免演，免演一摆。我讲在，金武士姐姐，我唱花，我演，我演，我唱花唱了，今天一看到是来找，你用讲的就好啊。今天一看到要来找。工作都很拼命，好起来演呢。我叫郭秀廖，我家己访问我家己。哎，杨秀慧最近有什么作品啊？我最近吼啊，怎样怎样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有演电影哦。最近有你是阴阳人呢？讲完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讲笑话。不是啦，我是讲你的优势，你都不是讲叫你主持一半。我的胸嘛，有他的优势，我会找你唱歌，我要唱歌，你给我跳舞，我要跳舞，你给我变魔术，我要变魔术，你给我写秀，我对，当然你们写秀，你给我没有，我都当没有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一种叫工具人，工具人什么都会，对啦，工具。但有一样他不会，下面就是闭嘴，安静。哎，每一个都感觉很能主持的。你觉得你应该在第几名？我讲我无参详，你再别更详。哎，因为我标榜我就是好生好别看，对，我是平民化。我跟自助餐同款，人人开起啦，开一摆都会掉嘴，一万都百袂，你太好吃啊！好的，所以，我头对起啦，罐头价，罐头价，哎 ，CP 值很高的，做主持人不是做一楼一凤。所以你个人觉得你的位置应该是？我感觉请选择。哎，不要客气啊！二三，大家都开起，我袂跟你骗。哎，路边洗碗阿婆，那感觉我厝边一老婆大伯子要请身体健康的，买叫我去主持，你先算呐，对不对？请你当看护。我在怀疑他表演底下有没有人呢？对啊，我跟你讲啊。我就看你，好，我坐一下。是，刚好高度差不多，谦虚，谦虚，高度刚好。谦虚，杨明高。我喜欢白干小白沙缸妹妹 Kitty。OK 啦，笑死啦，不是卡对啊。好了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来看第三名。哎呦，哦吼，前三名了，一二三。哦，来，秀慧姐，15万。小辉，你真贵哦！这个跳十个呢，这种钱你是你敢收？你还比人家贵，你还敢讲？你去问看白云一张偌济？这个我替你解释啦。是，秀慧姐有做 S 的。Special 的表演，他特别。你来叫我，我老婆做 S， 我不要做。你好啊，朱启的好，你得做 O A 哦。我才去做 O A， 我跟你讲，我是卖笑不卖身啦。哎，还要陪公司老板去喝酒，还有过夜的，还有包山包海的，没有了。还有全公司都喊。哎，我做干净。
净的啦，干净的啦。Special 跟 Surprise 纯的，纯的，纯的。你确定做纯的啊？纯的。你莫做一种 O A 哦，你莫拿嘞。好，那既然他说是没有做黑的，对，那十五万的价值在哪里？我让你主持尾牙哈，我跟他起名出去迄个开场气势，跟他看到我的腰上顶破卡层套豆豆，哎，这头一个总裁哦，大家嘴喏嘴无流出哦，我赢我的豆下。嘛是牛，哎呦！其实宪哥，我跟秀慧姐搭档过，她的现场做的就是像体验当年的那个歌厅秀，歌厅秀，那种那种风啊，她的服装什么造型都很亮丽因为我知因个本土企业，我知迄个总裁也跳棍伫个度，我听恁跳棍啊，干啦，你干拉的，一个创办人打轮椅，被他唱歌唱到站起来跳舞啊，跳到大台会收看。秀慧姐有一场活动超酷，我。跨过你电视顶，你有一届就是有人在起来表演。你讲国语就好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讲国语。你们要不要讲？今天这个会不要勉强，因为你的本人刚好啊，你带来特别才艺是啥？然后谢朗的功，我也要折纸莲花，折纸莲花也可以折。然后秀慧姐就厉害，就让她折完呢。哇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注定该艺术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喝会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年有没有看到十五万元？现在接着起场，一、二、三，五场。嘿，海鲜鲜，很奇怪的。我今年的，我今年的跨年接了三场了。哦，跨年怎么接三场？主持哦，唱歌，好奇怪。自从我来你们节目唱那个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赶快再拍起来披萨了哦。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披萨。披萨。今年我的那个跨年真的三场都叫我去唱歌啊！真的假的？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然后披萨指定我要唱披萨，诚实面对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觉得呢？杨秀慧小姐真实伟牙行情十五万，找她来唱两家一首歌这样子，到底划得来划不来？请举牌。我早做去吃啦，我人唔叫人家叫，我早出错啦。好一个，好一个啦。我今日都卖高官啦，卖假叫啦，好需要啦。你做嘛嘛储备四斤啦，我假叫啦。好啦，都是啊，你真假叫啦，卖。好了 ，carry。现在企业的老板或服委会其实不是这么喜欢土味这么重。修饰一下吗？难道那个水泥厂不行吗？够土味吧？你真的把它当无锅鱼啊？尽量讲啊，尽量讲，没关系，土沙。哦，阿妮了，可以土味，还有还有。秀慧姐，如果有唱歌，然后可以帮我填补时间，我觉得就很棒。可是十五万，如果单纯是你主持的话，我会觉得很浪费钱。没帮你，没帮你。你什么名？我嘛不会去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好啦好啦，感谢你，谢谢你。你敢叫我？而且你这渣男，你来气干呢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咱是要做好形象男的啦，你好去看。啊，这个不形象男，那这个戏嘛，要找秀慧姐的，通常都不是提案啦，他只是当叫的人。啊，我真正没你嘞。卖气啦！我真正没气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我的心态哈，你的心态，那我走。都是尾恩呐，秀慧姐啊，在尾牙场比较不吃香，但是在庙会场啊，对对，人家天后啊，哎，天后嘞，而且他这个主委看到他就都疯掉，那个是庙里的主委，不是那个扶委会的主委，你要找庙里的主委，不要讲风凉话，现在要揭晓一二，对啊，哎呦。